業主而家條樓價俾到我哋大家喎，真係好算好算啦，價錢好平好平啊！係90方嘅三房一個廁所，全屋做埋電計啦，同埋可以基本係麵包業主嘅。如果你我成班朋友中意飲酒嘅，咁係酒櫃都幫大家做埋嘅喎，係啦，係好方便嘅。哇！超級超級開用啊！成個陽台望出去景係靚嘅，因為咧我哋而家所在呢度咧，俾個鏡頭俾大家，呢度係大門嘅方向啊。露台呢邊咧係有差唔多6米嘅一個長度，闊度咧就2米2左右，係比較大、比較長啲嘅陽台，係咪好中意咧？我哋嘅好似有少女嘅前衞啊！嗱，粉紅色同埋一個淡綠色嘅一個窗簾啦，同埋呢度係一做一個1米5嘅榻榻米嘅，業主咧。覺得唔好嘥咗佢，做埋墊制，差唔多2000蚊做呢個墊制嘅櫃，上邊嘅空間啦，同埋下邊呢度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我係嘉 Lily， 咁又到咗我哋惠東嘅阿婆閣嘅度假區啦。咁所在位置咧係十里銀灘嘅維港灣五期沙灘邊上啦。哇，今日天氣好正啊，又要海風啦，吹埋啦，都係好舒服嘅。咁今日帶俾大家呢個單位係五期嘅，同埋咧佢係新中間位置。之前咧影過呢個視頻，點解今日又重新帶俾大家呢個單位呢？因為咧業主而家條樓價俾到我哋大家喎，真係好算好算啊，價錢好平好平啊！呢個單位咧係13座嘅中間位置，視野好開揚啦。同埋可以望到山景同埋海景嘅喎，呢个单位同时咧系做咗全屋嘅定制，十几万嘅定制啦，同埋可以做拎包业主嘅，好靓呢个单位，性价比真系好高啊！影咗咁多维港湾，呢个单位正啊 ！OK， 咁又同大家介绍下呢边嘅交通同埋个配套啦。咁我哋港人朋友喺深圳莲塘罗湖。关口点样过嚟呢？可以坐京桥巴士到我哋而家呢个位置咧，五期嘅呢个落车点，系就可以翻到屋企啦。同埋呢度都系一个上车点，唔使担心，我哋70分钟25蚊就可以翻到口岸啦。同时咧，我哋呢边仲可以自己买一部高尔夫车穿梭成个十里银滩嘅，系 OK 噶啦。咁如果我住喺呢度，系咪要买部车兜下风？享受下呢边嘅一个环境啦，系好舒服嘅。咁同时呢边嘅配套你唔使担心，因为好多港人唔知道维港湾呢边究竟佢嘅生活配套成唔成熟，方唔方便。虽然话冇深夜咁多嘢食，但系咧可以满足我哋平时嘅需求。可以睇到嗱呢一粒全部都系海鲜嘅一条街啦、超市啦，仲过去咧就系一个一个。嗰个香菜啊，嗰啲东北菜啊，都系有嘅糖水铺啦。咁五期呢边咧，嗱可以睇到嘅港式茶餐厅系港人朋友开嘅，两边都系有超市啦，落楼就可以买餸啦，拎翻屋企煮嘅。嗱，俾大家睇下呢度有个招牌啦，系有水牌，睇下茶美油盐水果饮料百货店。玩具都系有嘅，唔使担心。咁再过去咧，就系海鲜呢条街前边就一个沙滩嘅一个入口噶啦，系方便嘅。咁我觉得维港湾系我最中意一个区域，点解呢？因为呢边嘅楼咧好新，好靓。因为佢楼年咧都系差唔多5到6年嘅时间嘅，都系近几年先卖出去嘅。咁同时咧，我觉得佢因为我哋。虽然话买嚟退休啦，系咪？梗系要靓啲嘅、舒服啲嘅单位，咁住落嚟，成个人嘅心情都靓啲嘅。咁后期我哋想要俾仔仔女女啊，系咪？都系佢个楼即系卖出去都唔会话好旧啦，因为10年之后都系好新嘅。OK， 咁唔啰嗦啦，跟住 Lily 带你去睇下呢个单位究竟有几顺啦。这次的单身旅程，仅有的孤身只影，迎着凄风冷雨看风景，把记忆的酸与甜挤进每一封信件。离愁没有烟，遗留在每咖啡店，明信片没落。
六十字密密尽是异地故事，如像有你倾听心声一次又一次，又卓在定义旧日憾事没什了止，或是每件事纵若我未在意。从前从不懂全情能相拥，仍然藏着暗涌，是我旧日孤傲自封。好，我们现在上来单位了，这个单位是90方的三房一个厕所，全屋做埋电掣啦，同埋可以基本是拎包业主就少啲冷气嘅。OK， 咁锁在呢度咧系我哋嘅 lift 间啦，两部 lift 四火嘅，呢度嘅两个单位都系一样嘅90方啦。咁而家出售就系我企喺呢个单位啦。咁首先都系惯例啦，嗱，睇到呢道门都系高标嚟嘅，同埋呢个智慧密码锁系可以用翻嘅。咁呢度咧，睇下一排嘅电掣柜喎，哇！這个鞋柜同埋呢个酒柜，起码都系5000蚊嘅一个电掣嘅，哇，都几靓嘅。同埋佢系做咗呢个多层实木嘅，即系我哋自己做都要咁样价钱嘅喎。咁后边咧，嗱，呢度系一个储物柜嘅，后边都做埋嘅喎。咁我哋咧，佢好方便嘅，即系我哋翻到屋企咧。嗱，拖鞋可以放喺呢度啦，系咪？我哋坐喺呢度，换鞋咧系比较人性化嘅，比较方便咧，比较用嚟装置啦，系咪？坐喺呢度换鞋系 OK 嘅。咁再过嚟睇下嗱，呢一排嘅酒柜啦。嗱，如果我哋广朋友中意饮酒嘅，啊，咁酒柜都帮大家做埋嘅喎，系啦，系好方便嘅。OK， 做埋呢度仲有个玄关嘅位置，即系我哋国内咧就如果信风水嘅呢个玄关位系比较好啲嘅，即系唔担心话财流出去啦，系咪？再过嚟睇下我哋嘅厨房位置，厨房咧佢系比较长方形嘅 U 型呢个设计啦。嗱，可以睇到嘅抽油烟机啦、煮雪台啦，嗱都系一个业主当时系用翻嘅，即系都系可以用，我觉得。佢保养都比较干干净净，系比较爱护佢嘅家嘅。咁呢度咧切取位置，嗱两道窗，光线 OK， 就有几通风下嘅。咁两个星盘啦吓，死墙啦，同埋呢度有个凹位，可以放啲电饭煲啊、杂物系 OK 嘅。咁住过嘅梗系要开空燃气啦，同埋热水器都系有嘅啦。咁呢度咧仲有一个雪柜，嗱雪柜咧佢嗱系咪业主？佢系时不时翻嚟住嘅，嗱保养都比较好啲，雪柜后可以用翻嘅。OK， 咁再过嚟睇下我哋，哇，成间屋餐厅同客厅，佢系家私系一体式嘅。嗱，呢个凳咧，同埋呢个台面咧，佢话唔系话嗰啲实木系好重好重好淡半嗰啲，嗱普普通通咯。不过我觉得佢比较好睇下，比较现代嘅，系可以用翻嘅。因为当时业主咧买啲家私，真系冇住几日啊，九成新嘅一个屋苑俾到大家嘅。你睇下上面呢啲灯啊，佢全部都换埋噶啦，比较靓啲嘅。咁仲揸咩咧？揸一部电视啦，同个冷气啦，就揸呢两个就可以拎包要住噶啦。嗱，一体式嘅呢个家私，中意全部都可以留低，因为好新净嘅。OK， 最过嚟睇下我哋成个阳台，哇，超级超级开阳啊！成个阳台望出去景系靓嘅，因为咧我哋而家锁在呢度咧。嗱，俾个镜头俾大家，呢度系大门嘅方向。嗱，呢个我哋喺呢度上嚟嘅，咁我哋可以行路到下边呢度有个观光 lift 啦。嗱，呢度有观光 lift， 我哋可以搭个 lift 上嚟，就可以行到我哋花园啦。呢个单位唔使上山啊，唔使爬山坡嘅，所以咧个位置系靓嘅，同埋呢个景望出去又开阳，又冇遮冇挡，仲可以望到远处嘅山景同埋海景。嗱，可以睇到跨海大桥，哇，正嘅！咁我哋港朋友都唔使担心，后期呢度起返嚟都系咁样嘅景，即系因为六期仲未开发好嘛，系咪建好？但系咧建好之后咧会都系靓嘅。咁同埋咧可以睇到下边有泳池啦、儿童设施啦，成个碧桂园嘅绿化系做得比较好，系好养眼嘅。咁可以睇到下边咧仲有一条路咧，嗱可以收通到我哋六期啦，即系我哋。是可以想享受到我哋维港湾六期嗰边嘅一个配套30000平方嘅商业，行过去就可以买嘢食嘢啦，系超级方便，唔使担心。OK， 咁睇下埋我哋成个阳台啦。咁露台呢边咧系有差唔多6米嘅一个长度，阔度咧就2米2左右，系比较大、比较长啲嘅阳台，系景观系 OK， 同埋个阳光咧都系比较足啲嘅。嗱，佢系朝咩朝向？朝东南方向。是最靓仔嘅朝阳，诶，佢睇唔清楚，系朝南嘅系咪？睇到未
OK， 是靓嘅。咁最个边最俾个镜头俾大家 Sam 哥，嗱，睇下我哋呢边做咗系咪电全屋电制嗱，储物计储物柜都做翻，同埋大眼嘅一个洗衣机啦。嗱，呢度仲有一个洗手嘅呢个盆喺呢度，嗱，都系做到比较靓啲嘅，大理石嘅嚟喎。呢、這个电制柜差唔多系有2000蚊左右啦，系洗衣机又有啊，唔使自己买噶啦。虽然话系即系业主当时用过啦，不过我觉得都 OK 嘅，因为都系九成新嘅啦。OK， 入门咧呢度系我哋嘅休息区咧第一间房。咁呢间房咧嗱系咪好中意咧？我哋嘅好有少女嘅情怀啊！嗱，粉红色同埋一个淡绿色嘅一个窗帘啦，同埋呢度系一做一个1.5米嘅榻榻米嘅，里边咧都系有一个储物空间嘅。哇，好多嘢可以摆喎嗱！后边呢个储物嘅一个衣柜啦，嗱呢度都系个书台，全部都系做翻电制嘅。同埋咧，同大家讲翻声啦，维港湾呢边咧系冇做一个尾缝嘅，咁咧我哋业主全部都系做翻尾缝啦，系金色嘅尾缝啦，打手即系以后咧住翻呢度咧打手卫生咧系方便嘅。OK， 再过嚟睇我哋第二间房，嗱呢间房就特殊啲啦，佢系可以行到我哋阳台嘅，嗱。早上起身啦，都可以喺露台呢度呼吸下新鲜嘅空气啦。咁呢间房咧，佢都系做埋嘅电制嘅。呢、这个系好似男仔住嘅喎，呢个系一个淡绿色嘅一个床面啦，都系电制嘅衣柜同埋书柜啦，1.5米嘅床啦，冷气就有咯。哇，电煲要住嗱，呢、这个窗帘都系绿色嘅，好清晰嘅感觉，我觉得好舒服呢间房。OK， 咁而家到咗系我哋主人房啦。咁首先咧入到主人房。呢度仲有一个电掣喎，原先呢度系个凹位嚟嘅，咁业主咧觉得唔好嘥咗佢，做埋电掣，差唔多2000蚊做呢个电掣嘅柜，啊，上边嘅空间啦，同埋下边呢度都可以摆啲纸巾啊，我哋嘅执物啊，我哋屋企住内咗系好多嘢啊嘛，空间系有噶啦，咁到嘅我哋嘅厕所啦，咁呢间厕所我觉得咧唔会话特别大，因为我哋睇个维港湾好多好大嘅厕所。不过呢个都还好嘅，嗱，怀宝式一个观室分离啦，即系够大只，两个人就不得啲啦，一个人系冇问题嘅。咁坐厕啦，同埋呢洗手台啦，嗱，都系当时个高标，业主系保养都比较好啲啊，清洁下，搞个卫生。咁如果你搵 Lily 买楼 ，Lily 咧帮你全屋搞完卫生，先交俾大家好唔好 ？OK， 咁呢个单位呢度咧系我哋主人房啦，都系做埋电制嘅。呢间房咧就差唔多系12个方左右啦，全屋电制好靓，佢床面咧都系一个淡蓝色嘅一个乳胶漆嘅，冷气灯全部都换咗嘅啦，同埋呢个飘腿望出去，坐喺呢度望出去景咧都可以望到远处嘅山景同埋海景嘅，都好开阳，我觉得太阳咧可以晒入嚟，因为呢个主人房咧都系朝南方向嘅，系好靓仔，我觉得成个单位3间房都比较舒服啲。嗱，呢度咧都系业主当时自己买翻嚟呢啲家私咯，同埋呢啲床咯。如果系呢啲被咧，佢到时咧会拎走嘅啦，唔使担心嘅。佢私人物品会拎走嘅。咁其他嘢我哋都系留俾大家。头先睇完啦，90个方，3房，一个厕所，争埋一个电视同埋冷气，嗱就可以做到一个拎包业住嘅啦。哇，呢个单位真系靓，嗱坐翻同大家做个总结啦。咁头先呢个单位如果中意嘅，嗱嗱声联系 Lily， 因为呢个单位之前都影过几次啦，业主降咗几次啦，而家系最平最平最平嘅时候。如果你啱啱好睇咗我哋视频，嗱嗱声打电话俾 Lily， 因为咧好多维港湾啲靓盘啊，50几万、60几万嘅，又可以望海景，又可以望山景，楼层又高嘅，好多港人朋友一睇到就会第一时间过嚟落定噶啦，就冇咗噶。如果有呢啲靓盘，要等。真系要等嘅，睇缘分咯。咁如果你同我有缘分嘅，系咪睇到我嘅视频，打电话俾 Lily， 问 Lily 呢套房仲喺唔喺度啊？咁呢个单位系几多钱咧？618000就可以攞到呢个单位，系咪好似有性价比咧？因为我之前咧，半个月前系影过呢个单位，系68万嘅总价，而家系咪平咗好多咧？
真係好抵啊！因為好多單位係空房啊，都要賣到70万嘅喎。咁呢個單位你睇下60万出頭喎，就可以攞翻喎，係咪好抵先 ？OK， 點樣添加我微信呢？上邊有 WhatsApp 同埋微信可以添加我嘅，或者下邊有個鏈接可以跳轉個 WhatsApp 聯繫 Lily 攞呢個單位。有個情況啦，係咪？咁呢個單位都係業主係紅本制手，即刻可以交易，未即係冇欠款嘅，係方便嘅，即刻我哋就可以攞到房產證。即系如果我睇中呢个单位，系咪可以转让呢？系咪可以转让俾业主呢？或者交俾 Lily book 下呢个单位呢系 OK 嘅，5000蚊或者10000蚊都 OK， 就可以攞翻呢个单位。到时我哋可以由个业主即刻证明一个过户就 OK 噶啦。OK， 唔啰嗦啦。如果我哋广东朋友想要维港湾，想要沿海三期，或者想要二期嘅三联海平平啲20几万嘅，或者想要又平。景又靓，咁就考虑融创嗰边都系舒服嘅，20几万、40几万两房都系有，可以添加我微信，同 Lily 了解呢边十里岩滩呢一粒嘅海景。OK， 如果啱好你有单位想要放盘，可唔可以揾呢边呢？都系冇问题嘅，都可以私信我啦。OK， 咁唔啰嗦啦，呢个视频演到呢度，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。不要不要，假设我知道。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，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到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，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，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冷酷，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。怎会看